大小姐，咱们不是刚从县里面回来吗？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哦，下。三嫂。 掉头，跟着那辆车。我找上官开机。 花妹子，你还没回去呢？我要见于老三。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？我要见于老三。我说妹子，你这怎么眼泪汪汪的？是谁欺负你了？跟我说。 老八和那两个人怎么处理呀？教训一下放了。就这么就放了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那俩人送了官，那老八不也得送官吗？哦。等等，莲花那儿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哎，好了。 就不管了，说白了是人家的家务事，老泰山和女婿较劲儿，我们就别添乱了。只是苦了站在中间的莲花了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你早就知道了。 不是你没鼻子没眼的说什么呢？这是，你早就知道葛条沟的葛家就是两年前要杀你的人。这你是在哪儿听的天书啊？这是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去，给你爹送过去。 娘，给你的。爹不饿，在老祖宗那儿吃过了。你让他吃过了，吃过了就拿回来。哎哎哎，这孩子怎么这样呢？不知道什么，真话假话呢？老祖宗没把你喂饱啊？ 行了，进不进来随你便啊。这怎么改规矩了？不是说犒劳你的，犒劳我？我大嘴巴子扇你，然后又买凶杀你，你不把吊在狮子树上，我已经烧高香了，你还靠？下药了？我要不死你！通过这件事情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心里不光有排九麻将，你还是有一些大老爷们的血性的。知道三哥对你好。 就凭这个，我今儿就犒劳你一顿，吃吧。
就一顿啊！就一顿，你还嫌少啊？我告诉你，咱那块地一时半会儿是赎不回来了。就这野菜糊，我还得喝大半年呢。吃吧。 媳妇儿，你真的不怪我？我怪你干啥？我听信石在峰的话，把你当畜生了。说这干啥？赶紧吃饭吧。你也来一块儿。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 顶帮，顶帮大爷，吃完了吗？吃完带你妹妹到西屋玩去。走，快去。 现在就这么两个人了。我想那……你想干啥？就……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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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得寸进尺是吧？你想啥呢？我是那种重色轻兄弟的人吗？谁知道？你再说了，我这背上伤还没好，我能干啥？你能干啥？你能干出啥好事？ 我有那贼心，我也没贼胆啊。说吧，到底想干啥？媳妇儿，我这两天啊一直在琢磨，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三哥一直在这个班房里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咋救啊？我琢磨来琢磨去啊。 这事儿只有你能办成，我啊，我咋办啊？我是劫狱呀，还是买通警署的人啊？不是三嫂子去找他爹了吗？你还不知道三嫂子他爹什么人吗？啊，那个，他既然他能抓人，他就不会放人。他爹不是县长吗？这事儿他还办不了啊？高县长关键时刻六亲不认啊，啊，官是好官，就是脑子不活泛。 三嫂子办不成的事儿，我能办成啊！你把我当傻了？你还真行，就看你愿不愿意救三哥。你去葛头沟了？我去了。谁让你去的？爹，是老天爷让我去的。他看我高莲花太可怜，他要帮我了解真相，他要帮我讨回公道。他葛老大说什么了？他是不是又喝酒，就在那儿跟那儿胡咧咧的？没有，他没喝酒，他清醒得很。 华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葛大爷是怎么认识的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说吧，你到底想啥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啊，你只要一口咬定是娶亲而不是抢亲，三哥不就没事了吗？被抢的是你。 你不说是被抢的，别人还能放出半个屁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去跟警察署说这些都是诬告是吗？哎，就是这意思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别还疼不？啊，皮厚。我看你皮是挺厚的。你要不想挨揍啊，就闭上你的嘴。行了，赶紧吃饭吧，我去把那些药材捡回来。天黑反潮。 对了啊，吃完饭洗碗。哎，不，你倒是给我回个话啊！本来已经说好了的事儿，他又一口给回绝了。那我这热脸贴着他的冷屁股，而该说我都说了，事儿就这么个事儿。
不对，不是，那有些事情他是说忘他就能忘得了的吗？是啊，因为忘不了，所以。让你去一趟，咋不让他进来呀？我们请了他，老人家不进来。哦，那行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好。哎，爹，你站这儿干啥呢？走，有啥话进屋说。我不去。嗯？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石泉寨是我的亲家。丹妮儿。丹妮儿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你找我来啥事儿啊？警察署没有来找过你的麻烦吗？没有。啊，没事就好，挺好挺好。不是爹，你这急急忙忙找我啥事儿啊？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，听爹说，石泉寨你是不能再待了，带着蛇娃赶紧走，有多远走多远。天没塌地没陷的，我干啥要走啊？天塌地陷那是迟早的事儿啊！听爹的话，带着蛇娃今天就走，各条沟你也不要再回去了。想个办法，过黄河去找你哥吧。啊！我不去，你话不说清楚，我哪也不去。你喜欢葛大妮吗？什么个？不是，莲花，你非得把这事儿闹得两败俱伤，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什么两败俱伤？什么两败俱伤？你告葛家杀人，那葛家咬死了我杀人，你知道这后果是什么吗？可是你没有杀人呢，他们是诬陷。不是你傻不傻呀？有些事情。不是我们想说清楚，那就能说清楚的。就凭我于老三在玉溪这一带的名声，我说我没杀人，谁信呢？你告诉我，他有人信吗？要是这些天了，那潘家那虎视眈眈的憋着我死呢。如果这时候他们趁机插科打诨，愣是把这清水给搅成浑水，最后倒霉的是谁呀？莲花啊，我能不知道你的感受吗？那孩子是你的，他就不是我的了。可是现在，咱们得压着。这事等我出去再说，好不好？我一定给你个交代，行不行？大小姐，时候不早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走。莲花，莲花，
你听我一句啊，千万别冲动，行不行？你放心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明花，当家的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会，老祖宗在吗？在凤凰阁待着呢。啊，天塌地陷是迟早的事儿，就算警察数不着你的麻烦，余家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老祖宗，你说这葛家他什么意思呢？人呢？老八媳妇儿的爹已经走了。那老八媳妇儿呢？正收拾东西呢，我估计也是今天晚上的事儿。不过老祖宗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这石泉寨不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清泉，你说这葛家老爷子的话，他是个啥意思？我觉得还是因为老三的事儿。老祖宗，您说这老三做事儿哈，一向让人琢磨不透。老三媳妇儿呢？她回来了。抢的为啥要走啊？爹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为啥不告诉我？不行，我不能走，事还没查清楚呢，我哪能走啊？老八媳妇儿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老八媳妇儿啊，七婶儿啊。听说你夫子砖做得好，我家还有不少夫子，能帮帮我吗？行，那你上家里等着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好，那快点啊！哎。我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你还来干嘛呀？你说清楚了，我还没想明白呢。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我说不行。不行也得行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葛门正理，谁呀？不关你的事。那能行吗？我媳妇家的丧事能跟我没关系吗？谁是你媳妇呀？你呀。死也不会嫁给你的，你给我滚，滚了！你在这儿脏了我二哥的坟。回来！哥是谁呀？又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！我为什么要杀他二哥呢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没这档子事儿，他葛大妮当年为什么要拒绝我呢？葛老大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为什么呢？哎呀，
很不容易。谁知道啊？老三没在，没人主事，那大家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哎，七叔，那老祖宗到底什么意思？老祖宗年龄大了，说也没说出个什么意思来。那葛家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余家的事儿？是啊，就是不明白这个事儿呢。那干脆开解女堂审老八媳妇儿。老祖宗不发话，谁敢做主？三嫂，你别光坐着呀，赶紧吃两口。三嫂，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吃啊。三哥现在遭了难，你要是再饿出个好歹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真是太傻了，我真的是太傻了。三嫂，又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你歇着吧，我走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。我们姐妹俩也好久没说贴心话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回去。三嫂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说啥呀？有啥可说的呀？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。走了，三嫂。三哥的事以后交给我来办。你来管。我要救出三哥，报答他对我当初的关照。你要救老三？我15岁就嫁到了石泉寨，石泉寨就跟我的娘家一样，娘家人遭了难，做女儿的怎么能不管呢？彩凤啊，你的心意我明白。但这件事情不能再把你牵扯进去了。你要是真明白我的心意，你就让我去。我想好了，我一定会帮三哥越狱的。越狱？那可是罪上加罪的事儿啊！哎呀，三嫂，你就别问了，我不想告诉你，我就是怕你知道了担心。有啥话你就说嘛。我不是在县城里待着这段时间吗？听说黑虎山的那帮土匪一直憋着劲想要三哥的命呢。黑虎山，他们都嫌余家的刀客太扎眼、太招摇，抢了黑虎山的风头，准备在监狱里动手置三哥于死地呢。真的？我有一个远亲，跟黑虎山的人很熟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那他在哪儿？他不常来，他只是偶尔进城办办货。采访。我能见见他吗？能，我帮你安排啊。好。当家的，出来。有话回家说，这是议事呢。出来一下，快出来。什么事啊？夫子砖都做完了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不让老八媳妇回家吧？行，你让她先回去吧。当家的，咱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咋觉得老八媳妇压根儿就没有想跑的意思呢？那只能说明她更狡猾。行，你回去吧。这不好吧？既然大家都没拿出一个主意，今天我就斗胆做一个主啊！今天晚上轮着班看着老八媳妇儿，绝对不能让她跑了啊！大小姐。上车吧，还远着呢。我想走走。大小姐，木头，昨的事儿跟谁也别说。如果有人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一直跟我爹在一起呢，听见了吗？
哦，知道了。 你见到伯父了吗？他怎么说呀？莲花姐，木头。啊。莲花姐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从县府他爹那回来以后，脸就这么长。我们从葛条沟出来以后，脸就越来越长。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我也没敢问。你们去过葛条沟？啊。 哎不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俩都没去，一直跟三嫂她爹在一起了。等等，你们去葛条沟干什么呀？小三嫂子，这……哎呦！ 三嫂，三嫂回来了。三哥那事儿有着落了吗？你媳妇呢？回娘家了。人走了。啊，大家轮着班看了一个晚上，到天亮了，以为没事儿，就撤了。没想到，老祖宗本来这个事儿就应该找他审个清楚，可是老三不在，没人主事儿啊。是啊。 君不可一日无帅，家不可一日无主啊！清泉，你看谁合适？嗯，老五。嗯，老五太鲁莽，说话做事常常不过脑子。我看还是你吧。老三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族长。哎，清泉，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营生啊，你辛苦了。 我知道，应该的。老八媳妇儿把孩子带走了，不是，她一个人回去的。孩子呢？哦，孩子跟定邦在学堂呢。孩子定邦带，活儿你媳妇儿干，你是不是活得很滋润啊？老八，你已经搞散一个家了，搞乱了十全寨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赶紧把蛇娃接回来送往那儿去。 定邦上个学，带个孩子算怎么回事儿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嘿，三嫂，这是咋的了？ 喝点儿，莲花姐，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。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慢点喝。 没事儿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们是姐妹，有什么事情就共同承担。你觉得我有事儿吗？啊，我现在有事儿了吗？你这话别说是骗别人了，你骗得了自己吗？是不是因为老八媳妇儿？是不是因为他和龙哥？你还别说，当家的。
对他是真好，好的不得了。三嫂，小三嫂子，老爸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一起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孩子放那儿，你回去。三嫂，放。来，生娃。哎，真乖。老爸。哎呦，哎呦，小三小子。别藏了。给我的。哎呀，谢谢嫂三嫂子，哎呦，哎呀，米饭，嗯，这么多菜啊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太香了，哎呀，嗯嗯，香香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嗯。老爸，嗯，你说莲花姐她到底怎么了呀？我哪知道啊？嗯，她从县城回来就带枪要回来的，好嘛，一张嘴全是火气。他跟你说什么了呀？啥也没说。那你不让问？哪敢啊！出事儿了。嗯？你说啥？没什么，你吃你的吧。嗯。得到应有的报应，但也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已经是一个落到井里的人了，我不能再扔一块石头下去。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解决。我自己杀人，自己偿命。葛家害了我的孩子，我也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活着。我用两条命换他们一条命，他也不算吃亏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等着娘，娘很快就会下去陪你。谁啊？三嫂在家吗？我是大妮儿。老八媳妇儿啊！啊，哎，你今天不是回娘家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爹不在。哦，不在呀？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来接孩子的。生娃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这是玩啥呢？哦，没上堂。大妞，先坐，先坐下。哎，来，过来。大妮妹子，三嫂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啊？啥事儿啊？让蛇娃再陪我待几天好不好？你看哈，现在家里家外的全是事儿，老八又帮不上忙，白天你要忙一天，晚上还要照顾蛇娃，三嫂是怕你累得慌。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，这孩子闹人，我怕影响你休息。大妮，三嫂跟你说实话吧，自从你三哥进去以后，我这心里面总是空落落的，白天还好过，一到了晚上，就会觉得特别没意思，有的时候都想过要死。你说，如果有个孩子能陪着我，我会不会能好点？三嫂，
只家里有个孩子，家才像个家。是啊，你说我一个女人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是不是特别没用啊？你别这么说呀，你会有孩子的，这当女人的都会生娃的呀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。为啥呀？我怀过，死了。郎中说我不可能再……对不起啊，没事儿，没啥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。蛇娃，听娘的，陪三伯母几天好不好啊？嗯，真乖，这儿有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，好吗？要乖。好。好，去亲亲三伯母。哎呀，真乖。蛇娃最乖最懂事了，谢谢大妮儿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来来来，来接着玩。老祖宗，老八的媳妇儿又回来了。老祖宗，那你看咱们是不是再审一审他？啊，审啥呀？审出白的来是浮云，审出红的来是鲜血。哎，哎呀，你要闲的话，来，来跟我一起活动活动，来过来，我来活动活动啊。小三嫂，进。哎，你找我？棉花姐睡了？没有，都还在玩呢。你坐下吧，我有话问你。老八，过来搭把手。没空，琢磨事儿呢。哟，啥时候肚子里还存货了，会琢磨事儿了？快点过来。老八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说干啥？去把那拿下来，够不着。啊。你这平时不是老上房揭瓦的，怎么拿不下来呢？我用你，我这叫废物利用。我说你整天捣鼓这些破烂草，你说捣出金子来还是银子来啊？我不弄这些草药，拿啥过日子？拿啥锄地呀？往这儿扔，看不着啊！我看指望你就是纸屁吹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日子好好的过，别整天想那些不靠谱的营生。我好久没赌了，你倒是想赌你！你别老埋汰我！哎，你为啥把孩子送到三嫂那儿啊？你这不是给添乱吗？是三嫂自己要把蛇娃留下的，说三哥不在，蛇娃在他身边，他踏实点。那你没问问三嫂为啥不高兴？你男人在大牢里，你能高兴啊？哎，不一样！哎呀，别打不到！不一样啊！那个这次的不高兴和前些日子的不高兴完全不一样，是吗？啊，我咋没发现？你个小毛到上树的人，你能看得出？我那个，哎，我说真的啊，三嫂自打从县城里回来就不对劲儿啊，以前那个温柔善良贤惠的三嫂子的影完全就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莲花姐从葛条沟出来以后，人就完全变了。是，变得有些怕人。三嫂以前可不这样，自从她嫁到石泉寨之后，就没有人见她红过脸、生过气。哎，人们都说，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这样贤惠的女人了。那也就是说，问题出在葛条沟。肯定是。小三嫂子，有事儿啊？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行，干活。哎哎。